吃。This is the major Yeah, that's why it's such a big chair. Like this whole chair. It's like 99%. That's why we come back here. CIMC.就是我伫中国诶厝啊民宿啦，哦，是这边厉害啦 ，OK。苏巴路这边有四条坡，四条坡那边呢，我来其中一个啦哈，所以我两个就是查甫来，看这边好看啦，另一个是从丹麦过来，所以有时讲。来这边行，所以行了，所以顺便就行长征啦，啊，其他地方啊，啊，袂歹啦，哎呀，这摆，头摆是头一天，所以，搁在咧看到底爱去倒落，所以希望是讲，看咧物件会有好我觉得啊，有哇，系物件，所以。OK 啦，先找看一块资料先，找了看，再来决定啦。啊 ，OK。
故宫里的第一个皇帝所埋葬的地方就是十三陵，有一个陵墓叫长陵的。那故宫里第一个皇帝活着住的地儿，跟他死了之后埋的地儿，就在北京城的一条南北线上。这条南北线相当于车头到车尾一样，贯穿整个北京城，距离是55公里。明朝叫皇家龙脉，今天叫中央子午线，又叫中轴线。毛主席殿堂的位置不偏不倚，正好是在北京的前门楼子和天安门城楼正中间的位置，它也是在龙脉上的。那么毛主席这个遗容呢，现在你可以免费瞻仰啊。那么有游客说那是蜡像，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有这个水晶棺起到保存尸体的一个作用，所以尸体到今天为止是真的没有烂掉的。那么那个水晶棺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啊，用水晶做出来的东西了。那水晶呢，很多游客呢了解一点，尤其现在的天气这么热，紫外线强度又比较强，对于人的眼睛损害是非常大的。有一些中老年人不知不觉的就已经患上了眼睛的疾病，如果更好的去保护你的眼睛的情况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戴个眼镜特别好。但这种眼镜呢，绝对不是市面上普普通通的你花钱随便买的那种树脂眼镜啊。树脂眼镜呢，可能对眼睛呢，有的时候呢，它有的质量差的没有保护作用，反而会有损害作用。有人就发现用水晶做出的眼镜，它真的有一个特别好的保护视力的作用。那个水晶棺设在毛泽东那个水晶棺，据说呢当年是制作了5口啊，只有呢到第四口的时候呢，哎，能用下来。所以说你们看到水晶棺啊，是呢第四个，然后呢才专门呢去存放遗体的地方。好了，做个了解知道就行了。咱们旅游车走一条路，注意这条路呢在咱北京很有名，叫做是长安街。你往车头方向看啊，有山，车头方向对着那个山的位置叫八宝山，北京最有名的一个叫八宝山革命公墓所在地就在车头方向。当年周恩来总理在去世的时候灵车走过的就是咱北京的十里长安街，指的就是咱旅游车走这条街。小时候像我这年龄段的人啊，学个那个课文里边都有一句叫十里长街送总理。那么这条街呢在北京呢是非常有名气的一条街。咱们的游客呢往你右手呢待会儿看一下，右手侧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是北京的一个很有名的繁华商业区，西单商业区指的就是这儿。适合的年龄段的人都是在40岁以下的人，超过了40岁了，你就别到这儿来逛来了啊！你有钱花不出去。这个些商场呢，它所卖的东西主打的都是以那些年轻时尚为主啊。所以说，西单是咱们北京一个有特点的商业区。还有一个呢，有游客说我特有钱，我特别想买国际大品牌的东西，那你必须要去的地方，记住了，就是王府井。全亚洲购物最大的这个购物场所在地就在王府井，李嘉诚投资兴建而成的东方新天地，就是国际大品牌在那多着呢啊。还有一个商业区很多游客都知道的，就是前门商业区。前门这个地方古色古香的房屋比较多，它汇聚的很多的都是咱们北京的百年老字号。比方说在前门大街那个地方有北京最有名的张园的茶叶店，2013年、2014年的时候，张一元的茉莉花茶获为国际金奖，很有名。我们北京人吃很多东西都认准了品牌啊，茶叶是张一元的，穿那个鞋子讲究的是内联升的。你看邓小平、周恩来活的时候穿的那个，再有呢，
穿绸缎的衣服是瑞福祥的啊，药品同仁堂的，剪刀王麻子的，吃粥的咸菜六必居的，正月十五吃元宵，八月十五吃月饼。我们认准的是稻香村的烤鸭呢，很多游客都知道，北京有全聚德，全聚德总店就在前门，你们应该去吃一顿。全聚德是国际大品牌，三口之家吃着一顿饭可不便宜呢。据说三口之家就吃着一顿饭，没有七八百块钱也是下不来的。都是工薪阶层，想花钱少吃得好的时候，你应该学的是我们当地北京人吃烤鸭。我们去吃烤鸭呢，不逊于全聚德，但价格呢，却只相当于全聚德三分之一而已。因为全聚德是国际品牌，所有的价格贵。工薪阶层都想花钱少吃得好的时候，吃我们北京老灶的品牌烤鸭完全都可以了。在北京有一句话，不爬长城是遗憾，不带北京烤鸭回家是遗憾。如果你要想带北京烤鸭回家的话，绝对不能在前门大街你宾馆入的小门店随便买那种所谓的北京烤鸭回家，那都是小门店卖的杂牌的东西，你要买了可能会花冤枉钱，把假冒伪劣的带回家，那你就亏了啊。好了，右手边看一下，全北京城最有钱的一条街就在你的右手侧，这里呢汇聚了我国十大著名银行的总行，十八家著名投资公司，加起来呢有很多的银行大楼，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等等。但是在所有的楼房当中有一个风水大厦，我要让各位游客来看一下，因为是风水大厦，它在这儿有特点。往前看，中信银行的牌子，往前看那黑色楼房就是了啊。我说你看着这个楼呢，整个的形状像一个顶，然后通体的颜色呢是黑色。它的门口斜开门，你看这门口旗杆顶端都是平行的，然后呢低头看树挡着的位置就在旗杆的两侧，它摆有一对大张嘴巴的神兽在这里。回头看，快点啊，看见了吗？我想问的是各位游客，有没有人知道这对神兽的名字叫什么？有没有知道？这是咱们全北京最大的一对貔貅吧，貔貅啊，你们要听说过就对了啊，别说成它是麒麟。那么麒麟什么样子呢？这个有一个华夏银行，就在桥下这个地方，往前看啊，它门口呢也有旗杆，这旗杆是顶端不平行的，慢点看。然后呢旗杆两侧你看麒麟啊，头上顶低犄角，黑色的，这就是，看到了没？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三大神兽，听好了，三大神兽代表三大器，北京不同地方分别摆放着。那么这些神兽，比如说狮子吧，你们要想看全北京城最古老的，那你就得到天安门城楼前边去看去，前门楼的前面去看去，迄今为止都快600年了。狮子呢代表的是威严霸气，到今天为止北京有政府机关，你看那个外交部、公安部、检察院、中南海的大门口都摆的是狮子，提示老百姓那样的地儿你不能够来随便走入一步。还有一个神兽呢叫麒麟，全北京中最古老的，你要看就到颐和园最大殿宇仁寿殿前面看去，过去呢摆的是一对儿，今天呢剩一只。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其中有一只它给破坏掉了，可到今天为止，北京有些宾馆和饭店为了表示友好待客的意思，门口摆放神兽，那个记住就叫麒麟。还有一个神兽呢，就是你们刚才看到的貔貅，最大的就刚才的那个黑色楼房门口摆的那个，那个黑色楼房是中国建设银行总部大楼，说那个楼是风水大厦，它肯定有特点。我先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我们车厢内的游客不乏有钱人，但再有钱的人呢，你肯定不会在坟地上买房子开公司做买卖，因为坟地都是比较晦气的地方，越远离着越好，不能够说越靠近越好，因为晦气眼睛看不见，抓手也抓不着，但是对一个一生当中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说你很有钱买的那个二层小别墅是坟地上盖的房子，那你黑天半夜睡觉都觉得瘆得慌，肯定是不好不吉利的啊，它有个心理作用。那么清朝时期北京城有一个地儿是停尸场，这个停尸场所在的地方就是刚才看到的黑色楼房所在的地儿，国家批地方必须把中国建设银行总部大楼盖在一个停尸场上面，所以说银行大楼呢
就盖成了你刚才看到的这个形状和颜色。这个楼的形状呢，它很像庙里的香炉，庙里香里都见过，烟熏火燎的，没有红的绿的和白的，全都是黑色的。五行八卦当中，黑出水，水生财。整个银行大楼是一个黑色香炉了，结果它的门口摆着三根旗杆。现代化高楼大厦门口摆旗杆，高低五平，可唯独这个银行大楼门口旗杆，它就是顶端平行的。等夜晚一来临的时候，旗杆顶端通上电，能够亮起来。最后三根旗杆对了整个大楼之后，就跟庙里的三炷香一样，高香有了，香炉有了，最后整个楼的大门口所摆放的就是吉祥神兽貔貅在哪里。那只貔貅是张大嘴巴的头，摆在银行大楼门口作用，第一个挡煞辟邪，第二个就是招点钱财。它的门口为什么不摆狮子、麒麟、花和树？一定是跟神兽貔貅有关的。这就应验了古人的一句话，命中要有，终须有，命中埋有，风水求，讲究风水。所以说这个银行的存款率到最后是这条街上边所有银行存款率最高的，包括那些开公司做买卖的人，为什么在店铺当中喜欢摆的不是狮子麒麟啊，而是貔貅，就是招财聚财。好了，现在往你右手边最远的地方，有多远看多远，你先看一下。北京科影我让你往远处有多远看多远啊，主要目的呢，我就是让你看一看真正的古都老北京是什么样子。特点就是树比房子要高的地方啊，这就是古都老北京城。可是呢，你往特别远的地方都看到有高楼大厦的地儿了，那就是现代化的北京城。过去的北京城呢，都是通过城墙城门来包围的，可到今天为止，很多城墙拆了，城门毁了，我们现在只能看一个城门在这里。快点啊，右手侧这个城门看清楚了，我们北京人把它俗称叫后门。它最大特点很明显，有城门楼子，可它没有后门的门洞子。北京的后门不可以留门洞，它跟风水二字也是有关联的，代表之意就是守住北京风水财气，不能外泄。这个门的两侧原来是有围墙，这围墙一连接就连接到北京的前门楼子的位置。天安门广场最南端的门，记住就是北京的前门啊，有前门没后门。然后呢，前门楼子有门洞，后门楼子是没门洞，这两个门遥相对应，一个南一个北。好了，咱们就算出城了。那么这一带地区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你要记住全都是呢这个荒郊野地，可是现在呢全被呢高楼大厦取代了。这一个现在能够看到的样子跟你家乡可能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后边那位先生，您别老射我了，待会儿射外边的景去了啊。咱们现在的各位游客出城之后呢，我赶紧把注意事项线路安排快点给你呢做个介绍说明，你赶紧注意听。从现在开始给全车游客改名改姓，咱们现在所有的游客今天坐上这个车是一天的，中途当中不换车辆。大家坐上这个车之后，所有游客的称呼就叫020的游客，车牌尾号三位数020，你一定要记住了啊！您别射我了，那先生，您再我再射我就前面坐着了，我连站都不站了啊！往外边照景吧，听好了，020车牌号，然后呢，你记住了，然后我称呼你就叫020啊，你记不住020，待会你找不着车，我找不着你，然后咱们固定一下座位。从现在开始上车有先后顺序，现在坐在哪里了，一天当中座位不更换。固定完座位之后，大家快点帮我一个忙，前后左右赶紧回头看着点，二里旁边坐人是谁呀，穿什么衣服，打扰景点游览参观哪一个游客没上车，你帮我提示一下，我不愿意去找的，你只告诉旁边有一个人没回来，穿什么衣服，是男和女就可以了。因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把大家伙都记住了不可能，如果你再不帮我记着点，大家今天有个别游客不回车，或者他找不着车了，这样无形当中会耽误我们大家伙的时间，所以为了节省时间你帮一帮啊，对我的工作有一个支持和理解，谢谢你啊。然后再有一个很重要，刚才呢我给每个家庭每个游客一个家庭号，然后呢你一定把家庭号你是几号游客记清楚了，大家景点参观我123来核对人数就可以了。一共是18个家庭的人员，我们坐在一个车上，这种旅游方式呢是散客拼团，4家旅车报名，最后坐在一个车上，
对你有约束，对我也有约束。如果我在景点参观，给你规定时间，如果你到点不回车，到最后车是不等了你的，因为你到点不回车了，其他游客都回来了，车多等你3分，多等你5分，也不意味着其他坐在车上的游客人家都在等着你。毕竟不是一单包车，不一个单位包车，如果你到时间不回来，其他游客不高兴，你耽误的是其他游客的时间。所以呢，时间观念要强着点，千万别拖拖拉拉。如果到时间你不回车了，记住了，我们拉着已回车的游客就得去下个景点参观游览，你就在停车场找一个没有计价器的黑车，从这个景点追我到那下一个景点。尤其长城这一站车多人多，到最后一定时间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你的表就可以。人多手杂，然后你的贵重物品景点参观随身带着，别轻易就往座位上放，一旦把重要物品放座上了，保不齐这东西就会丢了，一旦东西丢了找不着了，你别找司机，你也别找警察，找他们都没用，警察来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你看好带好就可以了。吃的喝的无所谓的东西你才可以放在座位上面。然后再有一个呢，车内别抽烟别吐痰啊，别吃异味重的东西，人太多了，你什么东西都在车上吃，这味儿出不去，有晕车的游客吐在车上，大家伙都会跟着难受。那么有晕车的游客实在受不了的，我可以给你准备个塑料袋，车上有，千万不能吐在车上。司机师傅一年365天当中天天要开这个车，他很在意的就车内的卫生，如果你把脏的东西都往脚底丢了，司机肯定不高兴，到你身边说你，让你把东西捡起来，这一点面子都没有。在你们这些游客上到这个旅游车上之前，司机昨天在晚上的时候把车厢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你们，现在座位是固定的，所以你脚底的一亩3分地归你自己管着了。如果你脚底下有脏的东西，司机到你身边说你啊，这也是没面子的，等于说这东西不是我扔的，在你的脚底下能谁扔你谁扔东西啊，你监督一下，别到最后跟着吃瓜了啊。注意事项就这么多，然后接下来呢给大家呢赶紧呢讲一下这个报名单的登记内容。现在把你的报名单快点从口袋里掏出来，拿在手里边之后，我按照报名单上登记的内容，先去哪后去哪都去哪不去哪，也就是我们的一天的旅游线路是什么，在这儿呢赶紧给你做一个解释说明。在做解释说明之前，我还要说一下，我们车厢内的游客上车之前的定的旅游费用它是有一个价格差的，因为呢咱们是4家旅社包团游客，它有个价格差，差10块差20块很正常。你在车上别问我导游为什么我定的价格比他高，这只能问你自己。周围大环干，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要去王府井去报名去，那个旅行社一年房屋租金36万块钱，他卖你的旅游票价格呢高180以为都正常，你在前门旅行社去报名去，价格费用低，卖你150也正常啊。所以说呢有价格差，现在咱们车上的游客记住了，别在车上你比他比，然后你还跟我说没有用，商场买衣服去，同一件衣服挂在这个商场一个价，挂在那个商场一个价啊，菜场买黄瓜去，还有2块的还有5块不一样的呢。所以说价格差有，你自个心里有个数啊，前后左右你也没必要回头挨个去问他交多少钱他交多少钱了，坐飞机同一架飞机还有原价票还有打折票呢啊。所以我现在说得很清楚，然后呢咱们游客呢把报名单拿在手里边之后，注意其实报名单的内容是给你看的不是给我看的，可是有游客是稀里糊涂坐在车上，稀里糊涂坐着车就要去13个明朝的皇帝皇后在此而埋葬的，它占地面积40多平方公里，形成了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皇家墓葬群，一个皇帝一个陵园，一个皇帝一个坟头，所以说呢有了13陵的说法。我们各位游客，您的旅游票上写的一部分内容都在13陵地区，这一部分内容就包括了石牌坊、古神道、大宫门、碑楼、13陵水库啊，还有一个叫昭陵的地方，这都是咱们今天在13陵能看的一部分。在13陵这一部分根本就看不了的地方，长陵看不了，定陵看不了，没闭眼睡觉的游客不差这几分钟，先把线路都听明白了，钱的问题听明白了，待会儿再睡觉。你们昨天在报名的时候，有的游客到了13陵，本身你是想去那个叫定陵的地方参观的，可能你在报名时会这样问，13陵那陵墓里边我能不能进去啊，然后那个报名社的业务员说能，你问的跟他答的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因为很多游客知道13陵有一个陵墓是地下挖开的，你很想看看那皇帝的棺材到底在哪放的，那么那个陵墓叫定陵，可是你的旅游票写的是什么呀，自己打开自个儿看，圆珠笔写的很清楚，是昭陵，昭陵跟定陵是两个陵墓，它根本就不一样。
然后呢咱们有游客记住啊，如果你想去定陵参观，跟车得脱离，不能说你想去的地儿了导游带你去不了了，然后你说导游蒙你骗你了，这是不行的。如果我现在说定陵我去不了，有游客说我报名的时候他说能去啊，那你就快点赶紧给你的报名社打电话，趁我还没有下车呢，我能帮你我会帮你忙，我能给你解决我就在车上给你解决完了。别说呢一天旅游结束了玩完了你再回到旅行社说这儿也不对了那儿也不对了，您再有一百个不对那也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你的旅游票上写着呢啊。所以说呢咱们都把丑话说在前边，哪些地方我是能去的哪些地方是不能去的你得做到心中有数。我们今天订到十三陵的时候，你的报名费是交过的，我认可包这个包那个，但是会有一个独立景点参观叫明清宫，这个费用呢是你单花钱不在报名费里包括。明清宫呢说白了就了解明朝清朝兴盛衰败历史的，如果明朝清朝历史你在北京了解的特别少，到最后很多游客你会瞎转瞎看瞎溜的，最后带着三个瞎你就要回家。明朝和清朝历史多了解一点到故宫游览参观肯定有意义，因为故宫呢就是明清二十四位皇帝活住的地儿，北京的天坛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都跟明朝的故宫里的第一个皇帝有关。如果你今天去颐和园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它跟清朝的老慈禧就有关，所以说多了解一些历史的东西对你来讲有好处没坏处。记住了明清宫参观你不坐我的车你应该花多少钱，北京一日游很多旅行社你都可以参团，在天安门广场那个地方那么多散发扫名片的，你要上了他的车保不齐你就亏了。上车之前的报价费用六七十块钱，他呢是吸引你的，可是上车之后呢会有个天大的陷阱等着你，因为上车之后自费价格最高的一个人一向自费220，最便宜的一个游客130上车之后的自费，这都要花钱的。220也好130也好，为什么有自费呀？说白了一点就是要补充你上车之前旅游报价费用太低的这个差价的，所以说上车之后一讲完了游客必须还得把这点钱要掏出来。但是今天你坐了我的车上车之前你的报价费用已经很高了，那么上车之后呢你自费参观的明清宫的费用开销就得低。明清宫参观多少钱听好了，你坐上我的车我不会让你花130，我也不会让你花220，票面价格标着呢160，票面价格标着呢，但是我今天只收你40块钱，说白了一点你花130、160、220跟花40看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今天旅游当中肯定让你少花钱不会多花钱，有40块钱明清宫你就可以跟着我看了，等明清宫看完之后我的旅游车带你们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后的收车终点站大家记住了就到鸟巢水立方看夜景和外景，到了那儿之后车就不走了，全体游客呢在那就地解散。昨天你们报名社的业务员我不知道怎么给你解释说明的，偶尔呢我们会要遇到有的游客以为是我带着你们去逛鸟巢水立方里边去，以为我会给你们门票，不是我不想带你去逛去，是我没有资格，我们旅行社呢有好几条旅游线的导游呢，我是长城专线的导游，只能带你去长城十三陵去参观，如果你想走故宫那条线的有专职导游我都不能带的，包括去鸟巢水立方的那个条线叫奥运专线，上车之前参观费180，那是带游客到里面去逛的，但我们今天提供的时间和机会看夜景看外景，如果这一点说的还不对那你也赶紧可以给报名社打电话咨询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咱们很多游客呢还以为长城十三陵又去旅游了，最后鸟巢水立方里边还能看了，不是就看外面，鸟巢水立方里边就是体育场馆，其实没什么可看的东西，都是看外景的啊，都是看外景的。咱们游客呢记住大约到达鸟巢水立方的时间我觉得啊3:30左右差不多就应该到了，3:30左右就差不多到了。还有赶飞机赶火车的游客，你要是6:00之前的我希望你都要告诉我一声啊，都要告诉我一声，避免呢待会儿呢咱们路上从郊区回北京堵车，到最后的时候呢啊把你的飞机票火车票都给你耽误掉，待会儿到你旁边来你单独再跟我说，你说你什么时间赶飞机赶火车，只要6:00之前告诉我一声就可以，让我们心里开始有个准备啊。再有一个说一下，我们的车终点站到鸟巢水立方之后车就不走了，早上的时候不是这个车接你的，今天最后旅游结束之后你也可以指望这车能送你回去，北京一大块只要路上骑车走路的比坐车都要快，早上的时候4部业务车派出去，3:00就开始接游客，
最后呢，5:30的时候，把这些游客呢都接到咱们旅游车上来，前后时间差2小时。那今天旅游结束之后，就这一个车吗？你要求司机师傅送你回去，反正也他送，也不是我送。如果要他去送你的情况下，没有5个小时，第一波游客跟最后波游客你是下不了车的，因为北京城的路段越是城区的地方，堵车越严重的，地上遇个红灯，堵车一大半天走不了。而且呢，地底下呢，它最快呢就有地铁，特别省事方便。你要是留下地铁，记住是8号线，前面住的游客的地铁呢是2号线，从8号转2号啊，很方便，你就到前门。经常会遇到游客坐地铁都到前门了，到最后呢，这旅游车呢，哎，还在鸟巢附近堵着呢，就是因为它堵车。所以说咱们游客呢，到最后的时候呢，给你安排怎么坐地铁，现在都不用着急问啊。水立方鸟巢是回你宾馆所在地最近的地方。好了，线路呢就是这么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接下来说的钱的问题，你们上之前的报名费是交过的，报名社的业务员说包吃饭、包坐车、包门票，你认为是包的，但每一笔开销具体花多少钱，业务员没有告诉你，因为有的业务员连我旅游车都没有坐过，他肯定没有我解释这么明白、这么清楚。首先，在你的报名费当中，最贵开销产生在这个车的车费当中。旅行者有客源没车，临时租车而用，少给司机一分钱，第二天不给旅车出车了。往返路程228公里，一个座的费用呢，折合下来之后，又去长城130，又去鸟巢水立方，每给司机100块，每个人要给司机100块钱才可以，不是让你现在给司机，是从你的报名费里面扣100块钱，旅行社给司机单位里面。中午吃饭，到了130去吃，管大家伙中午一顿饭。只将就不讲究的一顿饭，不太好吃，以吃饱为准，不以吃好为准。然后呢，20块钱的标准，这个钱不由你花，还要包你长城的门票开销，国家定价格45块钱，还要包含早上业务车蚂蚁搬家一样，从你住的这一波一波游客接你们，最后放到这个车上。业务车接游客，它不是免费的。有游客说我昨天都说好的呀，不用给钱呀，是你都不给钱了。但那业务车起大早，他要挣钱呀，他上哪去挣钱？把你接到这个旅游车上之后，立马到你的报名社里也结车费去了。接一波游客从你住的地方放到我的旅游车上，还必等车费30、50，还有你跟那些报名社的那些业务员，也就是你的老乡，河北、河南、山东那些小姑娘啊，他们都是聘用制，然后到了北京呢，没有别的工作适合他们，然后旅行招聘他们就来了，他们的保底工资才500块钱而已。卖一张旅游票，在你的旅游订票费当中，他抽10块钱，抽8块钱当人头提成费。所以说，你上车之前所交过的钱，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费用的综合开销。那么呢，各大旅行组团都要以挣钱为目的的。你上车之前的报名费，这150也好，118呀，全都已经花在你的身上了。旅行社说实话，他在你的报名费里边一分钱都挣不着。各大旅行组团以挣钱为目的，从哪儿挣钱呀？记住，就是从你的自费景点的钱数当中要挣钱。为什么现在跨国旅游也好，跨省旅游也好，都要有自费景点的钱数让你花呀？如果今天中途当中是没有一个自费的情况下，你玩一站长城380一位都正常，因为你交了380了，旅行社从你的订票费当中就能挣钱。可是你交180，交150，在你的上车之前的订票费当旅游是挣不着钱的。为什么北京的前门楼子发车参团费上车之前也去八景长城220一位，上车之后游客自费花钱140，你到那去看看去吧。北京旅游体验中心，他拉的游客待会儿跟我带你们去长城是一样的，他拉的游客中午吃饭餐厅跟我带你去餐厅是一样的，但唯独不一样的就是他的报价费用比你们高，早上不会派车去接你们。那么咱们今天各位游客听好了，旅行社从哪挣钱我说得很清楚了，自费景点当中，就从你的40块钱当中，旅行社要挣10块钱的。这40块钱不是可花可不花，产生在补充报单费当中。旅行社呢按照往明清宫输送客源多与少，到最后月底的时候，从这个景点当中会有旅行社10块钱的人头返点。这10块人头返点干嘛用？就补充你上车前的报价费用。所以这叫羊毛出羊身上，你的钱花在你的身上。大家听好了，除去今天的长城滑道车、明清宫你要自费花钱之外，中途当中没有花钱的地儿，把你的报名费加在一起，这个记住了，就是全包括。我讲完了，我到你旁边来，你把这全天开销140给我，包了滑车了100块，包了明清宫了40块，我待会都有票发给你们。
这140块钱我到你身边了，你不想给我，没事儿，我不要，没事儿啊。我再说一遍，140你不想给我，我就不要了。不要的情况下，等到了长城之后，我买完长城的门票，你上不了长城的时候，那时候你举着140万给我，对不起，那你只能玩一点长城吧。明星宫你再想去看，那你必须要再单加40块钱。哪个利哪个弊，哪个多哪个少，我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希望大家呢现在呢自己来考虑一下。接下来呢咱们往车头方向来看，什么时候看我的车进到大山里边去了？长城第一站就快到了，说快到了40分钟以后才能到呢，这流程时间有点长。接下来给各位游客留出时间稍微休息一会儿，在休息之前我到你身边来，要查验票据核对人数。如果呢你的订票单啊上面所标明的这些地方跟我刚才讲的你是没有疑问的，把报名单你就赶紧收在口袋里边，因为报名单本身就是给你看的，它也不是给我看的啊。但是呢如果我讲完之后你呢是有疑问，所以说呢把你的报名单先拿在手里边来。最重要的一点我讲完了，我现在要到你旁边来收钱了。每个家庭管钱的财政部部长动作呢稍微快一点，右手掏兜，把140每个人应该花的钱从口袋里赶紧拿出来。中途当中记住了，我一分钱都不收你了，就这140就够全天开销啊！一定要听明白了，140全天开销就都有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就齐了啊！但是呢，咱们旅游线路当中，我也要提前说一句话，肯定有的景点不太尽人意，也有会存在在今天旅游当中你想去的地方但去不了，你不想去的地方你坐完我的旅游车你还就得跟着我去。一天旅游当中我们是五下五上旅游车，这一天旅游才算是真正的结束啊！配合我的工作，咱们的高高兴兴去玩去，别因为线路不满意最后你跟我打架，这就不好了啊！昨天就遇到这么一个游客，早上的时候因为业务车接早了，这游客啊没睡醒啊，到了这个旅游车上之后呢，又跟司机又跟我在这吵，吵了半天。到了长城之后，他再也不吵了，因为他，我们其他游客呢陪着他出北京城，晚出北京城半个小时。到了长城之后，坐滑道车排队排了一个小时，这个人一下就蔫了，他自己就埋怨自己还不早起一会儿呢。所以说，服从导游的安排对你来讲肯定是没有坏处的。您先坐着，别站着啊！待会您要扔东西、刹车摔了就麻烦了。坐好了啊！现在你是几号游客呀？跟我说清楚了啊！把钱取在手里边，我赶紧从前往后收啊！收完之后就给你留时间稍微休息一会儿了，动作先快一点吧，给真钱别给假钱啊！车窗左右两侧山脉上边已经呢开始有长城出现了，
这段长城小区观长城，你们的报名社里面有个价格比较低的报团费才能玩这段长城的啊。这段长城呢一经而过，98年对外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关口所在地，这儿是历代兵家呢必争之地，地势呢很险要，易守难攻，北京城北部山西的北大门就是指这个地方，因为这离北京城最近，这个地方都守不住了，北京城啊也就被他全都攻打下来。李自成这个人就是从这儿率兵打进北京的。好了，咱们就看一看，从这儿一经而过，10分钟之后，我们登的长城也快到了。长城东起河北山海关，西到甘肃嘉峪关，跨越我国9个省市，全长12,700余华里。甘肃、宁夏、内蒙、山西、河北、天津这些省份都有长城存在，可你的家乡少，北京多，原因就一个，因为明朝的皇宫在北京，北京1/3山地，1/3地方平原，所以在北京的北部山区当中，很多地儿都是有长城的，比如说周边地区的长城啊，居庸关、司马台、慕田峪、湖北口、青山岭、大岭、八里汉关水关等等。北京开放这么多长城，目的就一个，客源分流。那我们所去的长城呢，是明朝时期的长城，叫八达岭长城，是因为这个地名叫八达岭，长城坐落于此地，所以说就叫八达岭长城了。八达岭呢是一个交通枢纽所在地，内蒙、山西、张家口、北京这些省份加起来交接，六通四分，四通八达的意思。我们的长城入口呢叫八达岭熊乐园的入口，是因为有很多大狗熊窝在这里，咱们大家伙呢待会儿又爬长城，你们可又看狗熊啊。那睡觉的游客也就别睡了，我这说什么也得注意听着点儿，要不然到时候车停在哪儿，别人都能回去，你该回不来了，别睡觉了。等一下啊，车马上就该停下来了。我们的长城入口叫八达岭熊乐园的入口，很多大狗和熊窝在我们爬的长城脚下，长城爬完了回在路上看狗熊去。待会儿呢到了长城的时候，你怎么进长城的，长城爬完你怎么出来，华车票呢人手一张，我要发到你的手里面，自个儿拿着啊，原去原回，票不能丢，谁一旦把票弄丢了，到最后你长城下来单独补票81张你就亏了啊。那么咱们的游客呢，待会儿到长城之后2次检票，第一次检票检你手里华车票，第二次检票呢就是检我手里的团队的门票啊，团队门票是半身腰检票，所以说你从华车上坐着离开站华车了，到了长城半身腰你等着我就行啊，不用你再出示你的票了，把票就揣兜里藏好了，别丢就可以。一次票，再说一遍，坐2次车，原去原回，提前30分，长城不登了，你得出来坐滑车，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你准时准点上到我们的旅游车上来。提前30分出长城，你要坐滑车，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你准时准点上到旅游车上来啊，原去原回，正常情况下从下车到回车，就2小时就够用了。所以一会儿呢我给你定时间的时候呢，你得先看了点表，如果长城上面排队，我时间肯定要适当给你延长，到了长城这根本就不排队，我给你定的时间几点回车就绝对够用啊，原去原回就可以。好了，现在咱们游客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带水的游客，你如果没有带水，长城上面的水人家都背上去卖给你，10块钱一瓶，司机车的矿泉水有的是，但他不免费发，你如果没有带水的情况下呢，5块钱司机车的矿泉水你打2瓶啊。那么长城这个地方嘛，因为它本身什么也不产，那些门脸房的租金又那么高，所以说它能卖你任何东西价格不便宜，说到长城这别花冤枉钱，什么东西在这儿告诉你们都别买，你别看那小地摊上卖着写着什么长城特产，这都不是这儿产的啊，因为我们经常来，我们比你们轻啊。咱们如果没有带水的，快点准备5块钱，举手啊，快点过来拿2瓶了，来5块钱2瓶我给你拿，你快点把钱拿过来啊。这水是人家司机自个儿备的水，所以说呢我给你拿2瓶啊。哎好，旅游嘛，旅游好。
那我们把这个过来吧，出来就搁这往上走啊。你们好，店内经营烤红薯、热地瓜、千层饼、盘鸡蛋、鱿鱼、麻雀、羊肉串、面烤肠、肉夹馍、家庭烤肠。这么幸福啊！咱他妈这个能不能到什么地步？这三这下啊，这三百就行了。都，那都好家伙！宝也很健康，脸很挺啊。好鸡腿呀！我俩试试，这俩黄片的咱买的。这个菜都下去了。那那个了，我不光的光是一毛钱嘛的，啊，那我们这样，那个样的钱一毛。那个那个了，那个，这个钱呢，你见少。打发什么鱼？喂，烤香肠肉夹馍来。来，十元六串的来。就是八达岭全乐园。来，赵开下来，三张十块，烤面十块了。我可希望还可以别包扎进给长城头把头把东西那赶紧去还站在此滑车还在滑车很久进来哦非常奇怪我把你放线段嗯有大风来，纯手工店做烧麦的啊！第一次来这里吗？是的。
现在我们在考虑 kick 的好想要留了个四样看一下前面进步一上台我感觉中哎呀我有多少今天快点好看一下哎不要去哎哎呦好了嗯我今天先讲花式哎下地铁了，不要开玩笑，我们主要调地铁了。嗯，地铁。
这里吗？哎，
就把那个手放过来，你咋不喊？你咋有话了？慢点啊！别碰他了，你讲叫他最高了，他怕我都不光说，我就不上去了。你先过去。行，我上。来来来，你来个啥呀？你妈妈，我来弄的。来，你来加两个，我来点开的，点开的。嗯，可以。哎。这个没人会提的。你看那三个位置，爆门了！我这人这偏的，这个没搞啊！不要动哦！好，别动啊！来，猪啊，猪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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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哇！哎呀，我操！哎呀，我操！还重，还重啊！谢谢。正对的地方就是北京故宫太和殿，明朝皇帝执政的时候所坐的九龙大宝座。故宫里的第一个皇帝呢，当年视死如是生，他生生死死都得要跟龙马有关。因为北京的故宫跟十三陵是连在一条线上的，那么这条线贯穿北京城55公里的距离，
明朝时期就叫皇家龙幡。说故宫里第一个皇帝活的时候，坐在故宫太和殿里面九龙大宝座上边，他能够去执掌诸位天下。死了之后，他的埋葬之地如果还在天地之间龙椅宝座上，他就能够望着儿孙后代来继续统治天下。说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喂，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我家里要爹爹抱爹爹，爸爸爹爹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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